鸟台油管配站就用西部时间 www.spoonroad。北京时间4月22日用时 G3 客场118-113击败掘金，系列赛大比分3-0领先夺得赛点，距离晋级西部半决赛仅差一胜，用时晋级稳了，史上从未有球队3-0被翻盘。库里连续三场替补出战， G3 贡献27分6助攻3篮板，关键时刻强突约基奇打进关键球。中场前40.8秒库里突破上篮打进制胜一球，之后库里做出了一个睡觉的庆祝姿势，假装睡觉的庆祝动作真是杀人诛心。季后赛至今，库里全是替补上场，三战总共轰下77分，丝毫不在乎是否首发出战，不愧为勇士真领袖。勇士水花兄弟和砍80分打的掘金记者输急眼了。掘金记者 Joe Rush 发推写道，也许会被吹恶意犯规或是技术犯规还有罚款等等，但没有什么能比看到掘金球员把库里的牙套从他嘴里打出来更让我满意了。这活最好是凯派索来干。目前勇士3-0领先，手握4个赛点，勇士新版死亡五小的进攻火力太猛，约基奇拼尽全力轰下37分18篮板仍输球。不得不说勇士很可能4-0横扫掘金。根据赛程安排， G4 将在4月25日凌晨3:30开打。